好，谢谢谢谢刘辉朱玉二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又好又快。露露，刚才人家张明和许哥辉可刨了咱们俩一下哈，是人家说声变化了，咱们俩得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坚持到底，说变化啊！我们辽宁呢，正在以5.1线构筑起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格局，开启了老工业基地加速振兴的新篇章。是的。如今的5.1线呢，可以说是5颗珍珠皆硕果，1条玉带引凤来呀。我们再来说说我们辽宁的装备制造业，那更是飞速发展。我们正在用中国装备支撑中国制造。哎呦，看把咱们俩自豪的哈！哎，我想起一件事来啊，咱们俩暂时先不能说了，又怎么？因为这样说下去的话，3天3夜咱也说不完呢。真是，因为在后面啊，嗯，有一支求婚的队伍已经等不及了。是吗？对，说来他们就来了。前来求婚，去谁家？去老冯家。哪个老冯家？马字加俩点儿。去老冯家娶谁呀？停停停停，干啥？唱戏呢？这是啊，奶奶啊，听明白了，你们要娶的那姑娘啊，就是我。啥？我是他奶奶。哎呀，我天！吓一跳！你们都笑啥呀？啊？笑啥呀、啊？我笑你太年轻了呗。哎呀，年轻倒谈不上，不过呀，我是一朵花，刚刚开放。哎呀，哎呀，奶奶慢点，岁数大了。你这是仙人掌，60年一开。说啥呢？说啥话呢？你小子啊，冲你这句话，我孙女不嫁了。哎，别，咱差啥不嫁了？差啥？啊，就差我。差你？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孙女冯飞凤爱上了小伙范风发，范风发要娶冯飞凤，冯飞凤要嫁范风发，冯飞凤说不带奶奶不出嫁，范风发说奶奶不来不成家。也不知道是范风发发傻迷上了冯飞凤，还是冯飞凤发那难住了范风发。不管范风发他爱娶冯飞凤就娶冯飞凤，冯飞凤他愿嫁范风发就嫁范风发，反正不管我的事，我就是不想离开这个家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好，哎呀，这口气儿差不点咽下去啊！啥意思啊？还想听啊？啊？那我就再来一出。行行，不听，拉倒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别来了。来一出啊！啊！人家说来一出。行，别来了，别来了。哎呀，孩子，把你吓坏了！你以为我这么大岁有瘾呢？还来一出，整不动了，跟年轻时候比不了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那小范儿来没有？来了。那来了咋不出来，还怕见人是咋的？别着急呀、啊！啊，来起轿，看看，好、啊。大家好，姐妹们好，大哥大姐大叔大婶阿姨阿姨夫你们好。哎，哎，放啊！不是你这身招，你啥意思？逗奶奶开心，这事你别管啊。啊，嗨 ，Hello， 耶、yeah ，
英语，这是英语打招呼呢。Nice to meet you. Good morning, teacher too. 奶奶，你说啥呢？哎呀，孩子，你不明白，吐就是吃的意思，吃也就是吐的意思。你往我这吐啊你！哎，他就是吐的意思。奶奶啊，你是不是看着我想吐啊？哎呀，孩子，说实话吧，不是我看你想吐啊，在场的每一位朋友看你都想吐。不是那样，跟你们说说啊。长这小样本来就够困难，还这身打扮什么玩意儿呢？那是，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玩意儿。是你不是中国的，你是进口的玩意儿，那是。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纯国产的。你还是国产的？奶奶，你看我好看不？你好，好啊。好难看了耶。奶奶，你说我难看呢？是呀。哎呀妈，就这样子还老招风了呢。招马疯了吧？还招马疯子啊？他们都说我长得好看。好看到什么程度？都夸我。嗯，说我像雾像雨又像风。嗯，就是不像人。哎呀孩子，嗯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瞅了半天，到现在我真看不出你是个男女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大家都想知道你呢，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可别这么折磨我们了。好，啊，说话呀，奶奶呀。啊。我也矛盾了。你肯定是矛盾呢，你是。我为什么矛盾呢？啊，因为我让超男超女给闹的。我又不知道我自个是男是女的了。奶奶，你说为什么呢？行了，你别。我说他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奶奶呀，其实我有我的偶像，我是范哥的粉丝，简称叫范丝。哎呀。孩子，嗯，孩子，这么说咱俩是一伙的，是吗？我也是你范哥哥的粉丝。哎呀，你不叫范丝吗？嗯，我简称叫范丽。啊，哎呀，范丽，孩子，那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是代表我范哥哥向你求婚来了。向谁求婚？向你呗。孩子，不是开玩笑吧？不是的，我可跟你说呀，我今年已经78，我耳又聋，眼又花，干活干不动，走道直掉渣。你要把我弄到你们家，你这点钱就算白花。跟你说句不应该透露的秘密，我呀都没有生育能力了。奶奶，没有关系的，嗯，你就带着你孙女一起嫁过来吧，行吗？我这孩子还挺犟，行，我去，但是我孙女不能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去我孙女就不能去，我孙女要去我就不去。为什么呢？不为什么呢，我就是不同意。奶奶，你不同意啊？不同意。你真不同意啊？我真不同意。妈，太好了。什么？你说啥话呢？我不同意，你还说太好了，你啥意思？奶奶，你说你要不同意啊，你孙女就不能嫁给范哥哥。对呀，她要嫁不了范哥哥的话，我不有机会了吗？你啥意思？你要嫁给小范儿呗？是的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范哥哥老好了。范哥哥有文化，懂科学，会治家，挣钱那是刷刷刷。我孙女养大鹅，种葵花，果木园里养蛤蟆，挣钱也是刷刷刷。他俩要是一结合，那钱上就刷刷刷，洗刷刷洗刷刷，洗刷刷洗刷刷，洗刷刷洗刷刷。嗯呐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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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烂套了，停。儿子，你把你范哥哥夸得这么好，你今天这么的实在乎的给我介绍介绍，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？那我就仔细跟你说一下的，仔细说一下吧啊，实在乎的。嗯呐，我要说哪块不对，你们帮我补充，听着没？好嘞。
范哥哥那叫一个帅，那叫一个帅，人品出众，作风也正派，作风也正派，多才多艺那实在惹人爱，身体健康还没有病虫害，哇塞哇塞没有病虫害。好小伙儿要找对象啊，肯定都不赖，为什么他娶媳妇非要带奶奶？不是我也不明白，就是有点怪，哎，就是有点怪。奶奶，你听我说啊。有一个故事传遍千万家，令河旁的小姑娘没了爹和妈，老奶奶拉着她走过风和雨，一年一年把她拉扯大。啊，我跟你说吧，你说话呀还真挺中听。那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到底是谁呀？哪呀，我就是范风发呗，我啊啊，我就我、啊、哎呀纯爷们儿啊。孩子，咱俩可都是老中医呀，你跟我俩还玩什么偏方啊？啊，奶奶呀，我怕你不去吗？哎，我开心呢。哎呀孩子，嗯，奶奶呀、啊，同意把孙女嫁给你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同意，还等啥呢？赶紧跪下呀！哎，赶紧一会儿磕头，磕什么头啊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奶奶，你说你的，我磕我的。奶奶，过年好！哎，身体好！来吧，起，起来！你这给谁磕呢？我都磕懵了。我那意思啊，我孙女去，完我不去，你看行不？奶奶，你去是我奶奶，你不去别人奶奶了吗？哎呀，孩子。说心里话，奶奶老了，你说你们年轻人结婚呐、啊，带我一个老太太，这不是累赘吗？你这不是没黄瓜找茄子低了你们的、啊、奶奶呀，现在咱们农村的条件呐老好了。如今在山乡天天在别样，好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强，努力母父不纳税，古今头一得，庄稼园迎来好时光，大家心里喜洋洋。你到咱山乡走一趟，越看心里越敞亮，科学技术得推广，农机耕作田里忙，一排排风车正发电，一座座楼房排成行，一群群白鹅不绿水，一片片鱼虾满池塘，五谷飘香歌声美，唱不尽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到处亮堂堂。风吹月走月亮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孩子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正式是你奶奶了。那什么飞凤啊，快点出来吧，咱们呢跟你范哥哥去过好日子去。飞你啊！
媳妇啊，看着逗乐，细琢磨还挺动人的。哎，过去咱们都听说。